什么鬼？我胖了？不应该啊！再试试。嗯，弹性，还是太弹性。这么多东西怎么掏啊？相公，咱们也不过走了个形式，你没必要这么死缠烂打的吧？嗯，我这不是来见你最后一面吗？瞻仰瞻仰我可爱娘子的仪容。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不然，这东西我给你留两件，算仁至义尽了。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双腿发软？浑身燥热，无感无火。你不是给我喝的红糖水吗？我怎么可能信任一个身边的杀手？那是朱古力，是以我的血为药引所致。每12个时辰，都必须服用这个，不然你将七孔流血，暴毙而亡。朱古力，每12个时辰都要服用。确实，所以现在你还跑吗？说什么呢，相公？能嫁给如此人面蛇心的你，少三生有幸。我家娘子可真乖呢。到这里吧，回见了几位爷。你是赶往崇王府参加六王爷的大婚？这等好事，怎少得了我呢？街头法则第5条，多听多看多感受。您家到床家是翻帮的，异域风情。会玩啊，王爷到。我也出来。恭喜六王爷，他就是六王爷。欢迎欢迎，各位久等了，里面请。街头法则第8条，敢想敢拼有证据。好久不见啊，六王爷。祝六王爷新婚快乐。长公子玩得开心的，李民请。穆之晴是女相。又来。